来到我们的吃货视频，咱们今天要吃的是，小龙虾，和我这身衣服很配吧，哈哈哈哈。咱们废话不说，开始吧，我先挑一个龙虾。你看这个龙虾好大哟，把它剥开啊，嘿，哇。这龙虾可真大呀，还很难剥，壳不会厚，可是它力掌握的力气，呵呵呵呵，很好哟哟哟哟哟，啊！妈呀，它的这个很难剥，哎呀，我小弟还给我。松爪来了，不过没事的啊，反正掉在我裙子上也不显。咱把这虾线看一看啊，虾线，哎呀，把这环都，哎呀，咱们先试啊，特别好吃。特别软和哟，呵呵。这是我第一次吃龙虾呢，下次想吃，看我吃什么视频，记得在我的下方留言框告诉我哟，拜拜。